今天呢，我来告诉你们啊，老婆生气不愿意跟你上床的解决妙招。跟老婆发生矛盾了，上床不愿意亲密了，怎么办？有一款能够让你女朋友晚上只想窝在你怀里不出来的沐浴露，就连郝邵文都在偷偷用它，太好闻了，朋友们，太诱人了。左颜右色的鎏金香水沐浴露呢，他邀请到了法国知名的调香大师来专属调制，除了高级的味道之外，它泡沫很绵密丰富，更有着舒服的洗感，保持着我们肌肤水油平衡，又舒爽又清香。当女人闻到你身上这股清香啊，本来她有点小脾气的都被你的魅力所折服了，乖乖的软瘫在你的胸前。你像夏天爱出汗有味道的各位男士朋友们，买它准没错。